刘兄，这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今仔日又阁是真好的天气吼。啊，逐礼拜若到礼拜日吼，啊，拢敢若担心讲是毋是有好天气吼。啊，总是咱真感谢主，啊，无论好的天气啊，歹的天气，咱拢共款学罗主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咱有四位朋友吼，啊，咱毛张乐的千金吼，啊，甲伊的两个孙啊，啊，伊的囝婿来伫咱的中间，咱欢迎因吼，吼。Andy 哈，阿加比的啊两个小朋友哈，哦欢迎因来参加咱的礼拜哈，啊这对加拿大回来哈，真难得，会通啊回来到伫台湾啊，伫家己的家庭的中间啊，所以这礼拜我听到啊锦绣姐吼欢头喜面吼，很难得啦吼，真难得吼。OK， 啊这礼拜呢？这礼拜是一个真特殊的日子，哦，啊，拄只呢，咱啊明世兄讲吼，台湾人的植树节吼，种树啊真吼，种树啊节无应该是三月十二啦吼，三月十二到底植树的意思嘛无吼，甲咱也无关无系啦吼，啊，所以咱的洪德牧师总干事伫遮吼，咱来建议明年吼，明年二二八七十周年吼。咱来教会来推动二二八种树啊啦，吼、哦，拄啊咧念这首诗吼，种一丛树啊，吼、哦，伫咱的土地，毋是恨，是表示疼，哇，这真有意思吼，吼、哦，种树啊，啊，定根伫这个土地，啊，从过去的这些所有的怨恨，吼、哦，拢总下来。啊，咱追求一个对这块土地疼，我想这是真有意思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明年吼、哦，咱来推动啦吼、哦，来推动哦，就是把真正种树啊吼，啊，若教会当日都顶落教会，免偌济二十万信徒吼，种二十万张树啊，都不得了安尼吼，吼、哦，这个比人咧推动较紧啦吼，啊，当然这爱直接提供给总会啦，咱的牧师吼，洪德牧师吼。啊，大家来思考吼，因为明年拄啊七十周年吼，啊七是一个完全啦吼，啊拄啊啊，杨先生咧讲啊三月十二种树啊，这甲咱也无啥物关系吼，应该二十八种树啊才有意思吼，是说才有意思吼，啊几好。啊，今仔日的这个日子呢，这个日子啊，其实咱称呼讲今仔日啊，都是伫耶稣过活进前四十日吼。那天主教会呢，讲叫做大灾期啦，哦，大灾吼、哦，就是耶稣伫过活受逼啊，然后过活从四十日开始算，啊，开始算呢，算到今仔日都是第五礼拜，所以后礼拜开始就是叫做长寿节，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啊，准备呢要受钉伫十字架顶，啊，过来就是受难周。过过迄礼拜就是过活节，哦，所以大灾期呢，大灾期啊，基本上呢，伫天主教会一路真济活动，总是咱的啊新教、基督教，咱较无咧重视遮个物件吼，较无重视遮个物件。啊，不过呢，啊，我想啊，咱同款拢咧纪念耶稣的啊，准备要受苦，顶准备为着人类啊来受定死的是物件，佮带来新的生命。啊，这个呢是真要紧的日子，哦，所以
这礼拜呢，牧师要甲咱做伙来讨论这个题目，啊，叫做“看见苦难中的盼望”。苦难，在咱的教会，其实啊，牧师顶回讲到，我有笔记咧讲“苦难”这两字。哦，咱拢有听过啊，有关苦难这款的信息。当然呢，圣经的内面对苦难的角度，其实每一个作者拢有无同款的角度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到啊，这个保罗，哦，因对苦难要安那面对，啊，是讲因对苦难的定义，其实伫神学上拢有无同款的看法。就是咱今仔日无要谈遐个啊，神学上遮尼深的物件。今仔无需要甲咱讨论，就是讲苦难伫人生呢，人生除了死亡以外，苦难。这两字呢，是上个困难处理的，嘛真侪人未理解，哦，上困难处理，啊嘛上无多了解，就是苦难。苦难的中间，所以人类呢，常常用一句话来鼓励，哦，在苦难中的人，也是讲呢，哦，对的，少年人，北京话安那讲，拢敢讲吼。啊！你起码受苦不要紧啊，吃得苦中苦啊，啊啦，方为人上人呐、啊。你要出头都爱吃苦啦，哦，你要出头天都爱吃苦啦，哦。啊，是讲啊啦，讲哦，啊，台湾人讲啊啦，讲啊，吃苦当作吃饱就好啊啦，哦，啊，共鼓励安尼啦吼。啊，是讲啊啦，讲啊，你吼啊，无代无志，自找苦吃啦，哦，意思讲吃饱伤闲啦，家己讨皮疼啦。自找苦吃啦吼！啊，对苦这个字呢，哦，真侪人拢无共款的定义。但是咱若要想，吼、哦，细汉的时阵呢，哦，我的爸母也是讲咱在座咱细汉的时阵，咱的爸母拢甲咱讲，讲吼，都爱会吃苦才会出脱啦，吼、哦，爱会当吃苦才会当出脱啦。啊，意思讲啦，无吃苦就袂出脱啦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安那来看。到底苦难是安怎来？苦难安怎来？苦难呢？伊对几个所在来？第一，咱讲的讲，为着要出人头地，为着要成功，啊，所以甘愿忍受苦难。譬如讲，有一挂运动员，伊为着呢要登上这个奥运奥林匹克的这个冠军。所以要不断操练家己，伫外人来看，迄是足痛苦的。为是透早都爱七八，足早，啊来起床，然后操规日的，啊操甲人倒落，爬起来阁操。哦，所以咱看讲啊，全世界其实有真侪体操的选手，也是讲运动选手，真牛，拢对啥物国家来？拢对共产国家对无？哦，共产国家真侪，硬操。哦，啊政府饲你，啊就是操。甲人当作毋是人安尼咧抄，啊抄到安那，抄到就是尾啊，就是比赛的冠军呐，哇为国争光呐吼，啊为咧为抄到死死，咱嘛毋知影，抄到破病嘛毋知影，啊但是就是安尼抄出来，所以讲为着达到某种的目的呢，啊伊呢吼伊就是安尼愿意承受这款的操练，这款的苦，吼、哦、第二种呢，因为环境变迁带来的苦难。什么环境变迁？台湾人2018都是环境的变迁。环境的一个变迁，日本人去，国民党政府来，哇嗨啊！就是安那，将所有台湾人的精英，透过白色恐怖，透过2018，安尼抬了了。啊，这款的苦呢？这款的苦，因为政治带来，有时呢嘛是因为经济压迫。嘛会带来一款的苦难，予咱的社会人甲人中间贫富的差距愈来愈侪。所以讲，讲敢若一拍的好嘢，人剩99%拢送向人。差不多30年前，彼当时我了是新人的时，迄阵在讲讲，即卖一个作叫做啥？叫做新贫族啦。哦，伊讲你即卖茫想讲，你一个月赚4-5万块，真好过。过几冬后，你就变做善食人啊，有影。现在都实现了啦，哦，大台湾
住台北，你若一个月吼，互你赚10万要买厝吼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，真困难啊！哦，啊，所以新品种就产生出来啊！哦，啊，这个因为经济造成呢，人开始会面临一款的苦。第三呢，因为天灾变化带来，人会面临苦难。啊，这款的苦难呢，这款的苦难，真侪人都闪袂掉。这边发生伫台南大地震，回灌大楼。有人讲吼，啊，阮信的神较兴啦，啊，你信的神较无兴啦。但是，那伫这栋大楼内底吼，不管你信什么神，拢总跌掉掉，拢甲你跌落去啦。哦，当然有人伊的信仰经验讲啊，感谢我的神明，因为安那，因为我虽然楼啊倒落，但是我跌无着。哦，安那讲安那要跌着是安那，伊就免伊的神明是安较无灵性。哦，我想唔是安尼咧看。哦，当然，维冠大楼毛人为的因素，地动是天灾，但是人为的因素呐，因为生意人为着要探出暴利，所以伊起的厝偷工减料，造成这么侪人命的损失伤害。啊，这款的困难，实际上，可能嘛是无多避免，风太大来困难。整个山，整个天崩地裂，阮厝边的这些兄弟姊妹面临家破人亡，最的这些代志。所以伫这边维冠大楼了后，最近呢有一个华视杂志，我唔知咱都看到，有咧报道讲，这些留落来的人，吼、哦，迄个小朋友把人救起来，迄、那个，因即马呢，伊即马政府一个月虽然补助伊租金，但是三个月了后就无啊。伊也开始面对要大队，啊，啥要甲养饲，种这些问题走来啊。嘛有人呢，因为地动的中间，啊，脚受伤袂当行，啊，第四呢，即马搁面临无头路，啊，爱治疗，所以这款的痛苦，因为天灾地变带来，予人呢，人会失信，人会离别。造成，这拢是人为最最苦。过来，咱讲安那，一种苦，大家拢会拄到的。一种苦较普遍，破病，啊是讲呢意外受伤哦，咱来去到这个病院看，哇，病院真济，啊，这些患者，迄是一种苦，迄嘛是苦。啊，所以最近有啊一挂人吼，有人讲安那。穿紫色衣服的，你捌听过无？哦，讲穿紫色的衫吼，啊叫做妙禅的多地啦吼。我全国讲有七万人啊，连迄个啥歌星吼，歌星迄个江惠因小妹江淑娜买拜伊啦吼，啊江淑娜吼去要拜去，互伊按定了吼，所以讲起俩功吼，二十秒吼，啊电视摄出来讲，我那起俩功啦吼。去掠工啊！啊，大家你个看讲啊，见到这个师傅吼，爱感恩师傅啦吼，感叹师傅吼，赞叹师傅安尼吼，口音拢同款啦。啊，我一直甲注意讲，到底这个人是有啥物举动，甲看看讲啊，无啥物会啦。哦，啊，干那一直用一挂诗歌在甲伊在表现讲，伊是佛啦，哦，伊是真佛啦，如来真火安尼吼，啊，一直甲捧个，后来互人发现讲，伊那边。入会吼，一个人爱交先交2000块啦，吼、哦，爱交2000块才会当入会啦，哦，啊，当然安那咱无了解吼，啊，总是咧，啊，这个妙禅法师吼，啊，大家若知影妙禅师傅吼，伊就是妙天的大徒弟啊，啊，妙天大家会记住无吼？妙天就是迄个讲诶，伊个身躯的分身吼，啊，后来啊两个师傅徒弟两个。后来修过啦，哦，修过吼，啊，这个妙禅过妙天宫，伊安那，伊迄个骗财啦，啊，妙天过妙禅宫，伊骗色啦，啊，两个过甲，啊，尾啊好甲，吼，啊好甲了，啊，两个就各走自己的路啦，吼。啊，为什么三个这个问题出来？因为苦难来临的是人，拢会想要找一个对象。
哦，这个苦难得到解脱、哦。所以呢，所以啊，这个宗教啊，就安尼走出来，吼、哦，就走出来啊。再来破病受苦，最后呢，一项的受苦，就是为着伊受苦啦，为伊受苦，这种的苦嘛是一种的苦难。在古早人看为求为求受苦，咱认为讲伊是吃苦，但是呢，当事者伊会为着伊吃苦的时，对伊来看，那是一款为着真理、为着公义来献家己，就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，耶稣一生有受苦无？咱若去个检验耶稣吼，耶稣出世吼，就受苦啊。啊，那受苦，咱别人吼、哦、出事特别多啦，伫蒙床啦，伫出事伫啥？伫马槽啦，伫马啊伫食粪的所在啦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咧，过来出事了后，希律听讲一个王来吼、哦，话要甲杀啊呢，要杀伊的爸母都爱离乡背井，爱甲耶稣带来，伊就逃走到埃及啦，来相比希律的残害啦。哦，啊，即若对家庭来看吼、哦。本来出事无钱在咧艰苦啊吼，得个走路啊，吼啊走路唔是为着咱要讨钱啦，吼走路为着这个家庭要保护这个囡啊，哦所以耶稣出事时就受苦啊，啊在人生过程的中间呢，法利赛人看到伊就甲因拗哭，不时就要甲挑剔，要甲找伊的麻烦对不？因为经学书哦，不时就要找耶稣的把柄啊，哦所以在人生的中间差不多行到底，哦甚至呢。甚至，伊回去到家己故乡拿撒勒，伫遐咧宣告团队的时阵呢，安怎？拿撒勒人无要接受啦，所以耶稣讲一句讲啦，讲先知伫故乡吼无受接纳啊，吼、哦、所以后来不得不来走去加利利啦，吼、哦、去加利利团队。伫故乡的人，哦，讲安怎？讲啊，这个敢是迄个某人因小弟吼，啊某人因阿哥，啊某人因后生，哦，意思就看清这个家庭啦。看见这个家庭，所以在人生的过程的中间，但是伊真正的苦，真正的受苦是到底伊，咧为着人类背世界这段经历，这段经历的苦是啥物苦？这段的经历不但受出卖，卖伊的人是家己学生，这是足痛心的，非常痛心的。今仔日你栽培一个学生，啊，家己出卖。哇，这是非常痛苦的代志。哦，不但安尼，耶稣伊是无罪爱面对审判，啊，这款的苦，除了过去有一挂政治人物，吼、哦，被压迫的政治犯，因受过这款苦，有一挂人受冤枉，受过这款苦，耶稣伊经验过这款的痛苦。啊，不但这款的痛苦了嘞，伊伫十字架顶。予人配乱、踢笑、歧视、肉体的苦、流血的苦，拢从伊的身上拢发生过。哦，总是咧，总是咱的主，伊通过这款的苦，伊愿意来承担。后来咱看到讲，因为耶稣伊有受这个苦，所以伊的过往带予人类找着新的盼望。这是基督教信仰中间真重要。一个核心，咱要安怎来看苦难的意义？要来看苦难的意义？圣经啊，今仔咱所读这段的经文，马太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啊，这个故事，咱都是米奇姐拄则甲咱读这段的经文吼。这个故事咧讲啥物货？这个故事吼，咱来看吼。二十二节，伊随时逼学生上船，大声过去迄边，听候伊四散众人。四散众人了后，就家己上山祈祷。已经暗，只有家己伫遐。迄时船伫海中，无影摇纸，因为是对头风，没是四更。耶稣对海面行，就近因。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，就请假讲是怪物，因为惊就嚎叫。耶稣连边甲因讲话讲，按恁的心是我唔免惊。好，咱先看到这二十七节这个所在。啊，这段经文，咱来
甲注意看的是，这段经文是耶稣呢。耶稣伊来到加利利的时阵呢，人对伊就问伊。当时代表说讲天色已经暗，啊，大家呢无通去食。咱知对耶稣吼，拢是遐艰苦人啊，拢是社会上界基层的人。啊，这个人对耶稣，因咧期待啥物货？当然，因咧期待，因的需要。因减少无同款的苦难，为人可能散食，为人减少身躯破病，为人减少又受着委屈、受着冤枉，为人减少有拄着无同款的苦难，但是因来对耶稣，因主要就是希望因的苦会当得到逃亡，感谢呢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天已经暗，学生开始咧烦恼啊，但系啊。啊，阮也毋是公司，也毋是行行，啊嘛无财团能够阮支持吼。啊，即阵人啊，煞了天暗嘛，无紧紧转去吼，等下吼，代志着大条啊，要食啊要住吼，这是咱是开袂起的。所以呢，问耶稣讲啊，天暗嘛要安怎？耶稣甲伊讲安怎？讲恁互伊食啦，互食要安怎食？吼，啊，阮啥物都无，是要创啥好食？伫即个所在，耶稣惊神呀。圣经内面讲，耶稣饲五千个人，各有村，对不？哦，这是到二十一节进前，哦，这段的经文到二十一节是安尼咧描写这个故事。二十二节开始咧，描写讲耶稣逼学生上船，大声过去那边，听候伊四散众人，这代志真大条哦，做戏要刷，看戏唔刷啦。做伊个吼，啊，我着今仔互恁食饱啊吼，啊，我爱要转来啊啦吼，剩咧恁爱家己处理啊吼，啊，但是啊呐，即正人唔说啦，哇，伫遮有通去食一顿，搁看到新业吼，啊呐，明仔载啊搁带遮搁等吼，等耶稣你明仔载啊搁互阮食饱吼，后日搁食饱吼，啊，逐工吼拢大只吼，等你变互阮食就好啊，吼，安尼阮都吼，既无巴肚得着饱足啊，啊，总是啊呐，总是耶稣唔是安尼啦。耶稣伊会通满足人的需要，但是安怎？但是伊嘛爱互人知影，你的需要毋是干呐巴肚饱，人的需要是生命的改变。巴肚饱是一回事啦，会当互你食一顿，但是安怎？但是你的生命若无改变吼，饱了人嘛是灭亡，嘛是无意义。啊，所以圣经来讲，耶稣伊伫个所在，伊叫学生讲，你拢先走啦，吼，你先离开，啊，船啊坐入去边山，遐等我。啊，然后呢，我来甲这个人吼四散，吼，哎，耶稣无将四散的工课交予学生呢，真趣味吼，哦，因为安那，因为耶稣若无开嘴吼，学生开嘴，可能这个人袂走啦，这个人要对耶稣啦，啊，所以耶稣讲，你先去，啊，我来甲四散，四散了后安那，家己上山祈祷，耶稣是一个。真无用的人总是安那，咱发现讲伊定定一个人安静祈祷。啊，阮有一个牧师班在上课的时阵，有一个牧师讲啊，无用个家己拢无啥时间通灵修啦。讲吼，安尼是真细意哦，爱真细意哦。哦，咱爱家己吼，家己有灵修吼，咱才有法度讲道理啦吼。咱若家己无安静吼，啊无家己的时间甲上帝亲近的时间，有时阵吼，咱来做细意啦吼，做细意。当我毋是咧讲即个同学吼，即个牧师安尼，无伊是做坦白啦吼。啊，总是我切切讲吼，嘛是爱互咱家己有安静的时间吼，甲上帝亲近啦。耶稣伊留足好个咧，足好个模范，耶稣。伊每一遍，不管是行神迹了，还是伊有做啥物款的代志了，伊会替阮替转去到山顶安静家己一个祈祷。哦，这是值得啊，大家来学习的吼。然后呢，然后已经暗，伊家己伫遐。接续了这段的记述，其实除了马太以外，马可福音甲约翰福音嘛拢有写。哦，这段的记载呢，啊，马可呢记载在六章45-52节，啊，约翰呢
记载伫约翰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。啊，同款的故事讲啦，讲耶稣行水面的故事啦。哦，耶稣行水面，有人吼、哦，有人一挂啊，较迄落的吼，因就讲啊，这耶稣吼行的所在吼，拄退潮啦，吼拄退潮啊，所以会当行伫水面吼，啊袂沉落去啦吼。啊，当然这嘛种讲法啦吼，但是吼、哦，但是你甲想讲马太、马可、约翰这三本的福音书，拢会将这个技术写伫这个所在。表示这不是在讲的讲吼退潮在行的啦，因亲眼看到，因的见证耶稣行在水面，啊耶稣行在水面目的是为着啥物货？马可甲约翰，因讲因为耶稣和学生上船的时阵，迄个船起波涛风吼，开始摇抓，所以学生着惊，所以耶稣伊就跟船的目的是要去救学生啦。要甲学生，要甲伊救，吼、哦，较唔是讲伊跳工跳过去讲要行水面，讲登神也学生看，因为学生就知伊是伊是上帝的囝啊，哦，所以伊唔是要登讲啊我吼、哦，会晓变魔术，会晓行神也互恁看，唔是，伊的目的是伊要进前甲学生做伙，互学生心理上有一个安全，吼、哦，互因知影讲耶稣伫船顶，所以唔免惊吓。免惊遐，但是咧，但是落去这段，落去这段唯一，就是干阿马太有写，马太写哪写讲彼得甲耶稣的对话啦，哦，马可甲约翰拢无写这段，干阿马太特别的甲这段写出来，这段安那，这段吼、哦，因讲看到耶稣行来，因为哈迄时阵吼。圣经讲是四更是几点？差不多半暝三点到六点迄个时间啦。迄个时间天色是不是真暗雾嘛吼？所以看袂到啥物人吼，看袂到这个天色暗雾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耶稣行伫水面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这个所在是讲是怪秘啦吼。啊，神也笨吼，啥啦？讲是鬼啦，吼是鬼啦。好不？啊不鬼，较会行伫水面安尼吼。啊，不管是鬼还是怪物吼，啊，耶稣呢来甲因讲是我啦，恁放心啦，免惊啦，免惊。啊，这阵彼得吼，彼得是耶稣的学生吼，内底上亲近耶稣的啦。啊，那这个看吼，彼得嘛是甲耶稣上近的啦，哦，上近的，所以伊会讲心内直接的话啦，伊就蹦个就出来讲，主啊，啊，果然也是你啦吼。命令我行水面来就近你啦！你命令我行水面啦，我来水顶哦，甲你见面啦！哦，耶稣哦，讲来啊，哦来啊，哦你要过来，你就来啊！落去这段真趣味哦。伊讲彼得啊呐，就对船里落去行水面，哎，真不简单哦。哦，你嘛想讲彼得这个时阵哦，那是你也是我吼。咱大概要聊到迄个，咱就会惊啦。啊，感情真会，但是圣经讲彼得吼有惊无？有惊无？彼得有惊到哟。哦，伊惊到惊，哦，头仔是看耶稣要对耶稣惊，结果咧，惊到半路想着啥？想着讲我即马伫水顶咧，好啊，风浪足大吼，所以家己种心内种起焦急啦。好啊！若讲主啊救哦，哦，伊若无焦急，惊会到未？我相信伊惊会到啦。啊，但是一个焦急吼，啊惊吼，啊主啊救的吼，哦，耶稣伸手牵伊讲小心的人，啥事焦急？然后因上船风就定，船里人拜伊讲，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你看姊妹这段的经文，咱要安怎来看？咱要来看这段的经文，这段的经文，甲咱提醒讲，其实呢，这个世界有足侪苦难，吼、哦，拄阿牧师讲过，讲遮尼济无共款的苦难，啊，真济宗教拢是要解决苦难，但是不管你安那解决苦难会来未，无任何一个人闪避苦难，闪避会掉啦。世间的苦，哦，政治上
压迫、经济上压迫，啊是讲你个人身体破病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若讲啊，我吼、哦、养生吼、哦，身体顾较用的，当然牧师毋是叫咱要养生啦、啊，哦，咱爱顾身体顾用，因为咱的身躯是上帝殿。啊，但是啊呐，你做养生无表示你袂破病哟、哦，吼、哦，毋是讲你顾足好，你就袂破病哦。啊，是讲我吼啊，人生我都较骨力做的，我加趁寡钱，我都较无经济上的苦难，也不一定哦。哦，最近长荣有无？长荣钱有济无？钱有济啊！别个兄弟啊，都爱相杀啦。哦，迄敢是苦？迄嘛是真苦呢。哦，所以有人讲啦，讲哦啊，要趁伤济钱啦吼，啊钱哦做罪恶哦。真趣味，人生世间，大家拢做爱赚钱的，无钱阁真艰苦。啊，有钱吼，啊，看咧囝儿孙啊在烧台吼，啊，看了吼，心嘛真艰苦了吼。啊，所以苦难唔是讲你安怎就会当闪避啦，会当闪避啊，咱闪袂掉啦，咱闪袂掉，无几多人一人闪袂掉苦难。台南大地震，啥物人知影住伫迄间大楼？有的人拄入去买无偌久，还佫咧落，还佫咧落，他会知影讲一个地震就崩了了去啊，地死了了，无任何一个人想会到。但是苦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如影随形，随时拢有可能发生。基督徒要安怎来面临苦难？这个世界的苦难，就亲像彼得，伊行伫海面上。船走在海面上，不是一帆风顺，常常遇到无顺风的时阵。再来，咱看到彼得呢，伊有聊落去，伊有惊水，但是呢，当伊看到世界的苦难，看到风，看到水的时，家己就戆影去啊啦，家己阁戆去啊，信心就无去啊，所以呢。伊将焦点放伫伊徛伫湖面，伊甲焦点当伊拄到即款的代志时，伊甲焦点放伫伊想着伊是行伫水面，伊看到迄个风影遐尼透。啊，即个甲咱讲啥物话？即个人讲基督徒咧伫苦难吼，咱伫苦难安怎看？咱伫苦难第一，咱无法度摆渡，但是，当咱面临苦难的时阵呢，咱面临苦难的时阵，咱自行看耶稣的时阵呢，咱就袂家己焦虑沉落去啊。古人神父啊，伊有写一个啊真好，伊咧讲，伊的老母，伊讲伊的老母，伊讲伊的老母吼。伊安那面对伊个苦难，伊个老母到年老的时阵，啊，住伫病院，当然破病嘛吼，破病真严重，啊，嘛面临死亡啊，啊，伊住伫病院，啊，伊遐囝儿是谁来甲看？那个看是伊老母安那讲，伊个老母讲，伊遐囝儿是谁讲吼？今仔日我倒伫这个所在，我奉献我的人生。为着我的囝儿孙献上我的病痛，伊将伊年老的病痛转化做一种的奉献感恩呐。伊讲我的一生上帝我教育，因为我将我的青春我奉献给我的家庭，奉献给我的囝儿事事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虽然倒伫这个所在，但是我的心境袂因为。我咧病痛来痛苦，一种的转化，一种的转化。啊，所以伊安尼讲，伊讲所有的厝内人，拢对伊老母感受到迄款的痛，迄款的痛是安那？通常咱知影讲吼，破病的人上爱啥？破病人上爱人家安慰着无？破病人上爱人去遐看着无？破病人吼上惊孤单嘛？破病人尤其老人上惊啥？上加当时要回去不知道啦，心里会惊吓嘛。
伊讲伊个老母从来毋捌讲过任何怨言啦。伊讲伊只有就是讲，我将我的病痛奉献给我的子儿孙，我的子儿世世。伊讲哇，这带给因的家庭充满足深足深对老母领受的疼，对老母领受的疼。所以呢，伊讲伊的老母无怨叹上帝，我是安那破病伫这个所在。伊的老母嘛无怨叹，子儿世世讲，啊你逐工带遐远啦，啊真无用，才转来一摆啦。嘛无任何的怨叹，反倒转，伫遐懊恼，伫遐家己的子儿是讲，我奉献我的病痛，因为我的人生我交予上帝。17世纪，为着纪念耶稣的受苦，教会呢有设立了叫做十二个苦路的密像。哦，十字苦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14个站，这是天主教会十七世纪的时候，设十四个站，啊，每一个站呢，拢有一挂图，就是耶稣受苦的图，哦，啊，一挂去雕像的人呢，啊，因就行到这14站，啊，因就伫遐慢慢咧默想，哦，一步一步行，因咧体会耶稣受苦的心情啊。啊，每一站停落来，啊，因就受这站的多话，然后因伫遐默想，因默想啥物货？因默想讲耶稣吼，互人顶是一个身躯有五个伤啦，顶是一个身躯对啥受伤？手着无？吼，啊，搁来咧，搁对受伤，脚嘛受伤嘛吼，啊，搁有咧，啊，哦，身躯合下嘛吼，拍伤嘛吼。啊，过来咧！哦，头壳地刺皮嘛，受伤流血嘛吼。啊，过来咧！搁一个所在受伤，什么所在？心啊！去学生卖啦！啊，不但学生卖安那，这必定哦。我早就甲你讲，你三遍无认我吼，你搁真正无认我啦！哦，学生卖，人甲伊放弃。学生背离他啦，走到大家走到吼起卡龙啦，无一个带伊身躯边甲保护的啦。讲到吼，大家拢外好都外好啦，心嘛受伤，哦，五个伤啦吼。啊，这个啊，14世纪的这个啊，神学研究生也就讲吼，伊咧受耶稣的脚的伤的时阵，就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讲吼，伊伫世间徛的所在。常常拢有陷阱啦，哦，用迄款的冥想，哦，啊，然后发展出来后来讲啦，讲吼，每一遍因看到耶稣的手的伤痕，因就受起五种伫世间会拄到的苦难。伊讲第一种呢，别人将我定伫一种我无法度逃脱的形象，哎。咱无法度逃脱的形象，人会甲咱定伫定手，啥物意思？有人会甲咱扣帽子啦，哦，扣帽子无法甲咱扣咧，啊是讲刻板印象，哦，啊，迄人就是安尼啦，哦，伊讲这嘛是种伤啦，哦，有人会甲咱扣帽子，哦，甲咱讲啊，你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刻板印象，哦，啊，即款的哇，有时阵哦。人对咱的看法，这种的伤。第二种，伊讲别人呢，要甲咱控制啦，咱无都行家己的路啦。哦，牧师伫顶礼拜去屏东一个训练会，啊，有一个姊妹起来做见证，伊安那讲的，伊讲我啊，我吼，我一世人吼，我爱甲上帝忏悔啦吼。伊讲若无上这个课吼，伊讲吼，我一世人拢咧控制阮翁啦。伊讲因翁吼，差不多互伊骂甲袂输比咧骂囝佫较惨啦。伊家起来讲个哦，毋是我讲个哦。伊讲哦，就是嫁因翁了吼，因翁吼袂使有无照伊讲个做就对个啦。啊，拢互伊骂，互伊控制啊！你讲哦，我今天回去要好好的跟他和解啦。拢咧控制因翁啦，哦啊，啥物唔对吼，拢因翁个甲回死咧啦。
哎呦，我从来不向我老公迄落道歉的吼、哦，哇，这真严重哦吼。啊不，廖姨公，姨公，我回去要好跟我老公和解了，呵呵个袂歹吼。所以，别人控制我，我无都行家己路，失去自由，受着控制。第三种，我来讲，别人将保护我的手放开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把咱绊倒。哦，好，上好的朋友，本来跟咱做伙，但是安那，伊把咱放弃、放开。哦，真侪人做伙做事业，做事业了安那，有一天为着利益，反目成仇，哇，规个官就走啊。手足嘛是同款，哦，手足有时阵兄弟啊做伙啊，但是安那为着分财产，兄弟啊手足冤家，帮手。哦，互你孤单，互你孤立无依啦，哦，互你跋倒。过来咧，有人甲你看甲真低啊，你就是安尼啦吼、哦。啊你吼、哦，有较憨蛮的啦，哦啊你，哦台湾人讲啊，你都攀啊啦吼，哦啊贬低、歧视、歧视。搁第五种我啦，打击，互咱受伤的手打击。就是仇视啦，吼、哦，甲咱攻击、打击。所以讲哦，当咱沿是毋是街路得行的时，咱也有白相的时。当然，这是有人发展出来五种，咱嘛家己人要来的这个受难咱来当思考，到底耶稣的受苦，甲咱有啥物直接的意义啦？伊的手的伤，伊的脚的伤，伊的心的伤。伊个头个伤，伊个身躯个伤，甲咱有啥物意义？检查咱无法度体会身躯个伤，总是咧，真济所在咱受歧视，有时咱受打击，有时咱受孤立，咱受背叛，遮咧拢是人生中间最最苦难。所以当安尼时阵咧，咱倒转来看耶稣，倒转看耶稣，自身看耶稣个时阵咧，咱就发现。在这苦难的中间呢，咱要看见恩望，咱要看见恩望，因为耶稣带来是恩望，伊带来人类是恩望，让人通过伊的受苦来经验这恩望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结论来讲，人无可能摆脱苦难，无可能。但是呢，咱会当看赢苦难。咱会当面对苦难，咱会当战胜苦难。特别当咱自身看耶稣，佫愿意为着这个世间做做，咱讲为着伊来受苦。所以咱看讲，伫咱的社会中间有真济人，因的人生因欢喜为着别人，所以圣经内面讲啦，讲为伊来受苦，为着朋友来丧失性命，痛无比这个较大，对无？哦，这是为着伊受苦。除了为着伊受苦以外，有真侪苦是咱无法度避免的。求主帮助咱，在咱面临苦难的时阵，咱会要徛在，咱知影，咱要看下苦难，因为耶稣伊有受过这苦难，伊甲咱三个做伙在咱的身躯边，咱自行看伊时，咱就无妄念，咱就无妖忌，当心嘛头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知我伫世间未通逃避苦难，所以我感谢你，因为主你大声看赢苦难，你对出世到上十字架，总是我有看见你的受苦是为着要格外荣耀，因为格外带来我人生新的盼望。主，我感谢你伫我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。检察官无法度避免所有的痛，所有的苦，总是阮感谢你伫苦难的时阵，阮愿意真多伫你的面前真多奉献，亲像伫病院的中间，有人虽然艰苦破病，犹久也会吟诗而乐，因为阮知这一切拢要真多恩望的机会，求你帮助阮。特别有很多人面临
白疼的苦痛在我的心上，特别到一个年纪年老的时阵，搁较侪会痛疼。主求你激励我，予我自信看你，因为我深信你是我的主，你较赢苦难。帮助我未来的两礼拜久，无论是后礼拜中秋节，过来的一礼拜，我要甲主三甲受苦，我总是要赢主，主要所祈祷你的歌话来带来盼望。帮助我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，我晓悟苦难的意义，也明白因为苦难要带来新的荣耀、新的盼望。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